雄的新达电厂是全国最老旧的，高雄人的肺比较不值钱吗？高雄可不可以要求我们的陈其迈市长硬起来，要求我们的这些燃煤这个新达电厂的燃煤机组立即除役？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敢做这样的一个承诺？昨天的质询里面，国民党团不断地说，要求市长说，我们燃煤就是要立即除役。没错，这个是全台湾都希望的，燃煤希望降低比例。可是他们昨天要的立即除役，是完全是在自打脸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一次燃煤新达电组的许可证是在韩国瑜的任内发放的，在去年发放之后，还一次展延了四年，也就是接下来四年。台电在新达的这个燃煤机组可以继续使用，是韩国瑜发的。那昨天他们却一直要求市长要马上立即除役，为什么不想想自己在质询韩国瑜的时候，为什么可以让他一再的展延呢？